我们的温暖男星修杰楷，气质女星曾凯旋，欢迎两位，欢迎杰楷，欢迎凯旋到台上来。我们先接受媒体朋友们的拍照，欢迎两位站在舞台中间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站位 OK 哦，来，可以吗？还是再往左边一点，后退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两位视线一致，看一下前方，影片媒体朋友们。好，看一下正前方哦，我们先从平面媒体朋友开始。好的，前方的电子媒体朋友，然后我们偏左边一点点，偏左边，两位偏左边一点点，看一下左边一点点。好，再回到正前方，再回到正前方。好，正前方还有右边一点点，右边一点点也有我们这个电子媒体来朋友大哥在这边酒后。感谢各位，然后再回到正前方。好 ，OK 吗？我们待会还会有拍照的时间留给大家，都 OK 吗？都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？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递麦，我们请两位好好的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来，我们女生先，凯旋先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旋、嗯、那很高兴可以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是、嗯、好，那杰楷呢第二次来了对不对，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来，有没有开麦？我看看有没有。Hello， 各位媒体，然后各位长官，各位嘉宾，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，然后很开心，因为有人去年参与，然后今年又过了一年，然后又可以很荣幸的被邀请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很愉快下午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每一次刚刚其实听到三位女士对美妙歌声，我说真的，我刚刚就在后台跟他们开玩笑说一首有点太少，对，因为其实。对，其实那是很真实的声音，然后很真实的情感的一个歌声，所以听到其实心里会觉得还蛮温暖的。嗯，很温暖，所以我们也特别挑了这一首歌哦，让他们觉得他们每一天活着的每一天，其实明天都很有希望，很健康哦。好，那凯旋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装点生命每一天的公益活动，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，因为我觉得。这可能是我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。对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。好，对，真的、哦、就是也希望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们支持一下了。那还有杰楷呢，是你觉得今年来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嗯，其实去年来因为第一次嘛，对，比较会有觉得哎，可能还在熟悉，就是对，然后这一次又来，然后跟大家感觉，我觉得更加深很多的力量，就是很多的感动跟很多力量，其实都在心中，然后也觉得好像每天我们都是这样子不停的一起度过很多难关、很多困难、很多困境，然后我觉得爱美这件事情是天性，是我觉得让每个女生看起来像天使一样，像少女一样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对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刚刚也讲到重点哦，就是我们这一次 Make Up Your Life 装点生命每一天这样一个活动，其实真的不只是一个美妆教学或体验，它其实背后还有很大的意义。我们也请两位好好来聊一下，凯旋。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化妆这件事，我觉得每个女生一定都知道化妆。对。从来就不只是化妆，嗯，对，因为化妆的时候，虽然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很有精神，或者是脸上有什么小缺点把它遮掉，但是我觉得对女生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带来的自信。是，那我希望呢，这一份自信可以陪伴每一位正在面临各种挑战的爱友们，对，过每一天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凯旋讲到一个重点哦，增加自信这件事情来说，对他们来讲，比外表的美丽更加的重要，对不对？那杰楷呢？你觉得这个活动背后的意义哦，真的除了体验彩妆啊，知道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肌肤保养之外，你觉得这背后其实带给你还有是很多癌友？我觉得自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其实
我们大家都是不停的在忙碌的生活，然后忙碌的面对自己的难关，面对自己的困境。对，那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魔力的，它是有魔法的。其实你只要让自己的状态看起来是非常好的，是，然后教各位怎么化妆，然后回家可以自己去让自己变得更美丽、更有自信。我相信真的明天会更好。这句话是非常棒，这首歌一直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。是，然后今天我觉得很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贴切。贴切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呢，两位呢，他们其实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活动背后的意义，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关键字，要来好好的来鼓励每一位癌友如何快乐的生存，如何让人生充满希望。我们来看看两位，凯旋准备的是爱。对，为什么你觉得？因为我觉得爱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能量的字，是。然后心里有爱，你就可以克服很多困难。对。啊，我也觉得，不管是健康不健康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把心里的爱告诉你身边的人，你要及时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修呢？勇气，我觉得勇气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可能从我们求学阶段到我们出了社会到人生各个阶段，其实我们都需要有勇气去度过眼前的难关，眼前的困境，然后让自己更有力量。那我觉得勇气在我心目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只要我们勇敢地跨出那一步，我相信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。是哦，所以今天他们挑选的关键词就是爱和勇气。好，那我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关键词收起来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启动仪式。那先请两位艺人朋友帮我分别站在舞台的两侧。今年我们这个年度的公益活动，Makeup Online的活动要正式起跑了哦。所以后续还有很多活动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将会把这个彩妆的工具发到大家手上。待会倒数3秒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把我们手上的彩妆道具一起贴在我们的 Make Up Your Life 的 logo 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请贴上我们的 logo 来 Make Up Your Life。艾梦丽、蔡平阳跟你一同携手。Make up your life， 装点生命每一天。我们也期待各位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们报道，多多帮我们宣传这个非常正面、非常阳光的活动。也请五位一起来看正中央，站近一点，好，站近一点。我们一起看正中央的平面媒体朋友们。那今天我们有电子媒体朋友来到现场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好，来看一下中间的下面。好 ，middle side，yes， 中间的媒体朋友，好，再来一起看 left side， 左边一点点，靠左边一点点，左后方也有电子媒体朋友，好 ，OK， 再回到中间，来中间这位挥手的摄影师，好，再看一下右边有两位媒体朋友啊、哦，来右后方一点，右边一点。好 ，OK， 回到中间就 OK 咯。好，谢谢三位长官，也请艺人朋友先留步。谢谢三位长官。好，请修跟凯旋站在我们的 logo 旁边哦，我们一起来合照，也宣告我们的装点生命每一天 ，Make up your life， 我们的年度计划该跑。看一下中间，非常感谢媒体们今天一起前来支持。我们爱梦丽太平洋的装点生命每一天 Make up your life。 好的，还有没有都 OK 了吗？好，最后一次来看一下。好， OK， 没有问题。谢谢两位，请先回后台休息，我们待会在台前还会有我们的媒体联访，再给他们两位。正前方最后一次哦。